Hello，Hello，hello。 晚上好。我想喝一口。好。Hello，Hello。晚上好。哎呀，是吗？有很久吗？那我，我要开始吃饭了。这饭都凉了，因为来的太早，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吃了午饭还是吃了晚饭，结果好家伙才记起我今天只吃了午饭，锅都凉了，这是最后一盒饭了，我刚刚去看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菜，这个菜蛮好吃的。还有虾，但是我吃不来虾，很少，不怎么喜欢吃那些午饭里的那些荤菜。你走了吗？你们都吃了吗？还行吧。应该吧，本来预计是6点钟开始连排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排。不过我们也想到了，早就把那个卸妆了带在身上。有肉，但是我不想吃。这个肉上去，这个肉看上去没胃口。谢谢投票，谢谢，谢谢投票。不热，挺凉快的。主要是我们的龙泉福很厚实，质量非常好。哎呀，没办法嘛，疫情那么严重，对吧？还是安全第一，咱们就直播看吧。谢谢投票，谢谢。会的，应该会吧，是的，随缘吧，有人拍就拍，没人拍就算了。谢谢小妈咪鱼酱，
喝久久，谢谢。谢谢。嗯，我要把这个菜吃完了，这菜好少。为什么不是那种自己打菜，就是想吃多想吃什么打什么呢？刚好把这个菜都打完了都，这菜太少了。盒饭，现在我都不想吃了。还有虾，不怎么喜欢吃黄瓜，还有肉，都不怎么喜欢吃。前两天不在排练场的时候，在场馆都是有一条鱼。还有菜和饭，嗯，不想吃，吃啥？嗯，奇怪的菜。就这样吧，不吃了。吃完了。不晕，但因为今天本来身体就不舒服，谢谢投票。不吃了。哎呀，喝汤。吃饱了，吃饱了，啊、哦、不对，吃够了，吃够了，不想吃了。我也不知道晕不晕。啊，哦不是，我也不知道播不播，因为今天晚上如果很晚回去的话就不播了，一两点的那种就不播了，好吗？嗯。一两点那种的话，我应该会在场馆卸完妆回去。我是没有不，我是不晕了，因为本来今天身体不舒服，好吗？谢谢投票。没事，场馆有好多零食呢，有很多零食可以吃。擦掉了。没有，我是今天身体不舒服。今天身体不舒服。只是现在看起来好看了，这个脚脚还是有的。变成那种花边角了。大概这个角是我们队的特色吧。有棱有角，绽放光芒。什么？为什么突然 Q 到百合花？百合花怎么了？百合花的寄语特别不错，不是吗？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
多百合花多香啊，干嘛？不可以喜欢百合花吗？嗯。什么通知啊？如果进圈的话，除了 top 十六都是九号，应该是九号回去。嗯，然后也没什么然后了。没进圈的都八号回去，以及透十六回去，透也是十八号回去好像样子。那具体的会不会改我不清楚哈，不要听我，不要听，可能时时刻刻都会改，毕竟疫情嘛，对不对？嗯。等到时候再看，嗯。握手会没了，我也想说，但是我说了，因为是公司不允许我们出省，是公司不允许我们出省。嗯，我知道的时候我也会取消了，知道，那也没办法，嗯，有些东西只能下次见。嗯。嗯，谢谢小，的小妈咪鱼酱的九九九，走错了一个九，不好意思，谢谢九九九，嗯，说也不是说习惯了吧，就是。就说着说着呢，没，也谢谢，多给你一个九好不好？多给你一个九，就相当于九十九天多一个一，嗯，错，不客气，确实最近，明年预定不是，嗯。嗯，谢谢 Morton 的100，谢谢 Maki 对吧 ？Maki 的99，谢谢。谢谢。嗯，谢谢，刚，嗯，谢谢，哇哦，的九九，谢谢，哇哦，哇，有欧吗？笑死，嗯，谢谢，谢谢哇，对，谢谢哇。大家都是 Hello， 我已经预定了一个角落了。太棒了，太舒服了，舒服。嗯，刚刚说到哪里来着？说到八号什么八九号回不回来对吧？怎么是这个事情也走到这儿来了？看来大家都是有脑子。有脑子。真的很可惜，我好像之前有说过，就可惜，因为我们本来以为像，因为他会来嘛，都会跳完全版，结果好家伙，真的好短了。真的好短哦，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不是在未来会来拍 MV 的前几天已经把完整版都学了，就是我们用2天排完了这支舞。但是拍 MV 的时候只用到了副歌，那当时就觉得很可惜，非常可惜了。然后我们就一直期待着，明年的时候嘛，再把这首歌完整的跳一遍。好家伙，半首都没有跳到，就是有他们就好几个好看的动作，你知道吧？我们乙老师编的好几个好看的动作都没能跳到，真的好好看的这动作，嗯，真的特别，就一个主歌加一个副歌结束了，
连间奏都不给，一般伴手不都是主副间奏，然后再个副歌嘛，对吧？这是直接主副没了。谢谢姐姐。我们自己已经有练习师了，就是之前拍 MV 前的那天就有拍，就是有留下记录嘛，想说第二年的时候，到去年明年的总选肯定会跳嘛，对吧？到时候就可以回顾一下。结果没想到跳也没跳到，我觉得主要是就是它是有互动的，我们的那个舞蹈设计它是有互动的，嗯，就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感觉是跳不出来，嗯，这首歌就编舞的灵魂是跳不出来的。嗯，哦，对啊，大家都众所周知，咱们怡老师编的舞都不错，而且我们这次不是三个队都是重新编了舞吗？可惜你们也不在现场可以看到，嗯，好像，但是我们好像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希望我们队有机会可以拍个视频，舞蹈视频，嗯，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间到再看吧。嗯，说是有这么说，但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没有时间。嗯，我也想说拍一个练习室，但对，雪卓丹的话，雪卓丹是玩冰冰，大家好嗨呀，冰冰，哇哦，恭喜冰冰。好，大家没有，大家在为冰冰欢呼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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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嗯，那我们再为冰冰欢呼，嗯，对，嗯，哦，谢谢 Max 最喜欢洪静雯的一千。谢谢 Max 最喜欢洪静雯，你竟然，我以为大家会写着洪静雯最喜欢，不不，看来大家都是很正义的人呢，没正义的没有写洪静雯最喜欢，笑死，触电都来了，触电可是我写的那首歌，就写的豪哥的那个让抽选的歌曲嘛。然后让冰冰跳去了，还是有点缘分的，这首歌触电，嗯，呼啦啦啦啦啦，嗯，他不会哭了吧？他哭了吗？我要不是，因为我现在在外面，我要连麦看他跳触电，笑死，不是，怎么都开始看了？哎，让我这个给他写到的人，给他换的人看一眼。为什么？对啊，好，我刚想说什么？为什么连麦只能连一个啊？不能几个人一起连？实时在线连麦，十几个，我蹲累了，哦，蹲一下，我坐下。不管他的，我要坐下来了。带你们去。懒得，我懒得走了，肚子痛。叫视频会议。哦，刚刚说到水卓丹的话是跳的完整版，嗯，跳的是完整版，但是嘞，三连点动作没，但是无伤大雅。嗯，哦，我的脚麻了呀，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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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今天我不是不自拍了吗？我觉得这样这么短真的很清爽，我真的想剪到这。然后可能就又加上一点，染了一下头顶，染了一下整个头发，我觉得很清爽，真的吗？这，我就，就因为其实我这个头发，其实这个长度其实蛮尴尬的，真的很尴尬，就是，然后今天自拍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长度哦，就还是有点长，我还觉得有点长，我是真的好想再剪哦，就是会显得很精神，真的好精神哦，怎么回事？今天是有9999气氛组是吧？小，真的，我觉得。可是我，你啊，没事，等明年吧，明年我才干大事，明年把我的头发染色，我跟你说，我真的要染，即使要断到这儿，我也要染。我但是说不定我可以接头发，因为接头发的话可能就会好一点，我也不知道，再说吧。实不相瞒，我告诉你，我上次不是拍了那个 PV 自言自说嘛，对吧？其实拍 PV 那一次，我买了一个假发，全白的那种全白吗？也不是全白，就有点黄还是白，我忘记了，好像都买了那种假发，想说拍 PV 的时候，就换一种方式，就是换一个自己，来拍。但是我一戴上去，弄的时候我像啥来着？就是男生戴着一顶女生假发的感觉，就很奇怪啊，因为而且那顶假发它是有刘海的，更奇怪了，因为很多假发就是假发套嘛，它都是有刘海的，因为有刘海才能挡住这个横啊，就啥的，就不会显得很尴尬。不是，是假发，就很长的那种假发，很长的假发。为啥？成都不是那个成都那个假发还剪坏了，我到现在还没有买给瑞子他的那个剪刀呢，我还记着呢，硬生生把瑞子的那个剪刀给剪对了，那个是叫。因为之前不是你帮我修了那个假发，我还没有还你两，你那个假我到现在还没有还你两把剪刀呢，我还记得，因为我跟你说重新给你买，对，但是那个主要是因为来不及修，因为我买到的时候是在后台那快要演出了，写的前一个小时才麻烦瑞子帮我去搞的，因为其他人不会搞，姐姐也不会去修。而且，但是我不知道那顶假发必须要修，我不懂假发那种东西嘛。然后他就，然后瑞子，当时瑞子特别热门，大家都真的找龙师傅去修假发，然后就或者是去就是搞一些造型啊什么，都去争先抢后的去找龙师傅。但好家伙，龙师傅提前被我预定了，然后他就一直在上台之前一直疯狂帮我剪那个假发，剪刀都钝了。都还没剪好，唉，真的，但是怎么说呢，出来的效果也挺惊讶的，就是它的出来的效果大概就是两三天一直窝在家里不出门不洗澡的一个邋遢少年的感觉。我都不知道当时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只觉得有总比没有好吧，对，我就算了。对，后面戴了帽子就想把那个应该爆炸毛给压下来，就好会好一点，因为可能就是像就更硬撑到了好几天没有洗头，然后把头戴个帽子出门的那种感觉，我就5年里当过了
黑猫，猫什么夜行的黑猫一次，然后两次、三次，当了四次，对吧？当了四次蓝的帽子听，这样不是我好看，真的吗？我还在想下次要是还有机会的话，我戴什么颜色的假发呢？感觉男生的话杂种颜色都挺好看的，但是女生的话还是还是要去想一下的。有蓝色的假发吗？我觉得肯定还是会有的，毕竟还有毕竟那么多场公演呢，对吧？哪有，没见过红色头发的男人，只见过红色头发的女人，奇怪。你在干嘛？刷抖音。啊，你也让我刷抖音吗？太无聊了。哎，说到光头，我不是在今年年会的时候抽到一个那个什么周总握手会啥玩意儿的那个，我都不记得，到现在都还没有搞。然后那个饮水机到现在也还是没有搞，已经跟姐姐说了，到现在还没有搞。不是，是我戴着周总的头套还是他的面具，就装周总跟你们握手。哎，要是那一次我要是真的搞起来这个活动了，你们有啥想对周总说的话，就大声的告诉我吧，我替你们去传达。能搞个免费握手会吗？免费握手会，然后我努力装一下周总，周总，我努力装一下周总，搞个免费握手会好吧。多亲民啊，周总的握手会那么是免费的，是不是？哦，说到这个，我昨天开始了吗？好，那我差不多，我讲完这件事情。没有，就是周总，就是那天我们来的时候，昨天吧，然后吃的就是吃早餐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了果果，我就上前跟果果打了一下招呼，然后呢，但是因为我刚起床，我特别困，然后周总就坐在果果旁边那个桌子那里吃东西，叫了我好几声，他说奶盖，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在发愣，跟着我果果讲话发愣，没有听到，完全没有听到周总的声音。谢谢投票，谢谢滴滴牛奶盖999，然后果果揪了我一下，说周总在旁边叫你，我才愣了一下，才听到周总的声音，就是我会自动屏蔽周围人的声音，我只会记得前面人跟我讲啥，我和前面人讲啥，我就会对吧，我会屏蔽周围人的声音，然后才听到周总在叫我，然后立马周总不好意思，我刚刚醒来，整个人有点迷糊。好了，就先讲到这吧，大家早，不，大家早上，不，大家晚，不对，大家早点休息，拜拜。我走了，拜拜。